那假的，那假的，那假的啦！引分身之术，所以说之后真的要考虑进马吗？之后再看看。如果建议的话，我应该是会直接开表单给广大的粉丝来决定。嗯，哦，大家都骑马，引分身人人都会。在塑造分歧的。卢比那个，骑马就会等于多一个队友的感觉。对啊，我现在要是绿队，我就挖下去打紫队。荧光为什么戴繁星的头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在祭奠繁星啊，连坟墓都不给。繁星，为什么你要把我隔开？哦，对啊，他的头怎么跟我隔开？对啊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们找不到你的头的时候要放哪里啊？哦、让你当副纲啊！不要，我想让我跟他们站在一起啊！边缘人，对啊，你知道我多可怜吗？死了都要当边缘人，谁叫你最后死？大家的坟墓哎、欸，团团、啊欸、他们的坟墓那么好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因为你们先死的啊，经费不足啊。我们是付出我们自己来当主播呢。啊，你们先死，经费不足嘛。真的超可怜，我们一抽都还没抽到哎、欸。哎、欸欸，我不得不说，我们装备超级超级烂，我们物资超烂的，谢谢你们。对啊。我给了你们很多青金石。对还有很多金矿。给了你们很多钱。小雨运气真的超好，只是比较不幸是遇到我。对你很幸运，但不幸遇到我们。对我才想说，我要问说那条路是不是就是我的队友挖的？超恐怖的！你是说，哎、欸，挖开挖开，小雨，然后劈了一个他脚，打假脚喽，开心哦。而且那时候我跟小雨本来要跑了，然后就我丫丫说他迷路了，然后被打，然后我们是被冲回去救他。不要断章取义，这个新闻记者没有你讲的、啊，你说你迷路的、啊。汪汪现在在雨月头上喽，汪汪是想要下去吧？是不是？他是找路要下去吗？嗯，看、okay, 他好像是要找中间点的、啊哦，找中间点嘛，哦，在上面找啦，哦，他们要到中间点等人啦、啊。我觉得雨月位置有点危险、哦，可以放过来喽，太好，难打了、啊。雨月紫队还在挖那个是什麼，对啊，紫队怎么永远都在逃边界，还在跑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汪汪汪汪，绿队一个汪汪打天下、啊，夸、嗯、张。汪汪拿那一把弓了吗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拿、欸，他拿是咬咬还是咬咬？他咬咬是他的近战武器，痛的。咬咬是近战武器，哦，是近战哦，近战。可是没有啊，自己看是吧？是攻射杀吧？射杀。咬咬是没有，他是切成副手吧？然后抽啊，对耶，所以他显示出来是近战的。嗯，哦，了解了。啊。因为你要踢啊，刚刚那个射杀、就是，你看他武器啊，是那招的玻璃三，他是近战武器，他是近战武器。我刚被汪汪射死，闪闪很开心在欢呼。哇，真的好痛哦！哎、欸，我说我死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超好笑！他以为我射死汪汪。我看一下。就是我被汪汪射死，隐约感觉会跟汪汪对到、欸，哎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。他们下来了，他们踢到弟弟了，地上了。谁会赢呢？陨月快开到，阿布卡列逃，汪汪汪汪氪金苹果了，嗯，应该是要过来了啦。骑马其实在这一波会卡，对啊，刚好中心在卡，汪汪你自己注意点哦。而且这里很多树哎、欸，我上来救你了。对面是陨月哦，尊重一下我们僵尸，是风力斧哦，小弟了，小心小心一点啊，他跌倒一个斧头。哎呦哎呦！啊，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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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狗，没有狗，把马打死吧！紫队，赶快出来做事了，紫队！哎，他过来了，哎呦哎呦，狗过来了，紫队哎过来了啦！狗是在咬人，狗是要做事。哎呀，快点，好痛的嘞！树好可怜哦，树的皮，树被削了，这个超难打的，会削到皮呀！哎呦，好呀，好呀，积累积累。哎呦，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哎哎哎，音乐尴尬，音乐尴尬，岩浆有没有岩浆？收起来了，哇，岩浆岩浆岩浆，哎，他掉啊，完他掉下去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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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来了，哎，黄明星打起来了，救了哦，音乐紫队紫队打，救驾救驾，紫队救驾，救驾救驾救驾，努力的三颗，努力的三颗，贯穿，没有靠你的贯穿，魔努力魔努力，贯穿呐，贯穿他，贯穿他。哦，音乐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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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画面好难带啊！真的，他那个马跑太快了，他刚好骑到不是肥马，你知道吗？骑到不是肥马，六个哎、欸，很多哎、欸啊，好扯哦！哎呀，六个人哎、欸，耶、yeah, yeah, 啊，可恶啊，可恶，米鲁第一名啊，跑到最后了，你还有马？对啊，你还有马。谢谢迪叔把马让给我，感谢你的。他连生命都给你了、欸，真的连生命都给你了。现在帮你增加攻击了，对啊，现在自己增加你的攻击力。黑马王子啊、哦欸，黑马王子。汪汪，你的弩有贯穿对不对？贯穿四，贯穿三。哇！我最后那个半星就是。对啊，你有贯穿，我挡不了、啊。对啊，那个就没办法了。现在的弩大家都会附贯穿了、啊，所以你绝对基本上没用啊。对啊，看到哪弩都没用。其实这一场我没有刷什么怪，我还是照往常的玩法。哎呦，我们都在地底生存。我那边在僵尸王打气，结果僵尸王里面的黄金，我都是皇帝要给你的。就这样子提早走，你可以挖到那个黄金，然后说要给我，然后结果我就死了。真的是，哇，耶，两颗，鬼是很多呢。对啊，哇，九百五，九百五，我们两个都活了好久，亡命哎、欸，亡命逃脱哎、欸，挖很多，有第二哎。哇，对啊，六就那还好吧，我觉得紧张难免。对啊，不会看到脚底啊。还好吧。在我眼前，他那个人消失了，你知道吗？最佳视角。可是你眼前消失两个队友、欸，哎。没有你，你已经死了。是另一个摔下去那一瞬间，他直接不见。直接摔死啊！直接不见。没有啦。第一名是边界。还有其他提名吗？都没有人被怪物杀死，没有，只有被怪物弄到残血，只有弄到残血啦，压到两次哎，啊我没死啊，不要担心被自己点燃的僵尸摸到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被历史压到两次，被点燃僵尸摸到两次，我都没死，这真的蛮好笑的啦，你也是蛮猛的哎、欸，也是，对啊，雷神大啊，雷神出现了。好、啊，这样决定了，啊，这更高，闪闪这更高，这个吗？这样子决定雷神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雷神什么时候是这样决定？知道。还有其他提名吗？就除了闪闪以外，繁星啦，不咬哎、欸，他那个比较催泪，闪闪才是狼啦，三个哎、欸，其实繁星最后胜利者，我投胎繁星。好，先说我预言家，我指那个闪闪是狼。对啊，要投票啦！这样投票，投票啊！你第一闪闪，二繁星，好惨哦，零啊！零就是自我投票。哎、欸，二是我吗？二是你，二是你。我真的投不出来，因为我觉得好多还好，都差不多，没有差，没有特别，在比烂，来来来，我最烂，我废票，但重点是都是我们队的，对呀、啊，球队的队的，哎、欸，我帮他讲话，他把我抖出来，谢谢。对，下次叫闪闪在我前面挖哈。恭喜这一届冠军绿队，恭喜！雷神是繁星，耶！超
好过。我们这一届提早下班了，有没有两个小时？哇，真的，一小时五真的，可以再放空十分钟，开心，可以再让我多刷一点怪吗？怪就是，哎，刚刚功力六，你们有刷到什么功力六啊？你还想抽卡啊你？想抽啊？哎，不行，抽到超多的，你知道我们一定要抗议。我们一只怪都没打到，就全队死光了。我连怪都没看到，哎，让我们打一下好不好？那么现在就可以让你刷怪啦。我们刷好刷嘛，赶快收掉那个灰队。不好意思哦，有人可以取消一下怪物吗？可以开个生存，让我们打一下怪吗？去体验。我们最可怜的一队。游戏体验，没有打怪，没有打怪的感觉。但是一死掉就会说，哎，我们都打不到好东西。我们三个一边，我们先打了没有？我死后才第一次看到戴南瓜头的怪长什么样。真的？你不要听我讲，好难过。小鸡是想要开场直接开杀，我说不要吧，我们至少打一波怪吧。就是你，小鸡，哎，抓到。我们后来很冷静，是你们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哎，我们可以友好的击掌，然后离开啊！我对你蹲着，但是你一直往后退，就是让我往前的意思啊！哇，那你这样不行，你会引起女性公愤，你知不知道？真的，所以你以后看到有人往后退，我要扑上去，你就知道打。所以现在是一堆生存模式，然后全部叫页面下来。哈哈哈哈哈！那页面有到，可以换一种怪吗？我有杀页面啊。有啊，看到，那你射死你，放不？你要放这只哦，这太强了吧？我看一下，换一个吗？换一个好不好？哇哦，然后抽奖哦，天哪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这什么霸凌现场？霸凌现场超怪的啦！你到底在干嘛？这到底在干嘛？太难了！哎呦，那个掉了！耶！好了，召唤不出来。那我这里先下了。耶，我是大富豪。哇！这样蓝队开心了吗？今天也太早结束了吧？今天真的还蛮早的。对呀。我还缺几分钟。幸运谁？然后你缺几分钟，来打来刷刷怪啦！刷怪！这是什么刷怪呀？我的妈呀！来了，我来刷怪了。哎，等下，刚不是说叫不出来吗？为什么又可以了？还是看他叫自己叫不出来啊？哇，抽卡了，鬼卡了，刷怪哦！哎，第六谁啊？你们加油啊！我捡就好了。走出一个叛徒。哎，不必啊，哇，哎，其实几率也有很高哎。是我捡到吗？我看一下。对，好像没有那个分。你要对的武器跟对的附魔，这个几率很低啦。对啊，这跟龙脉石一样啦。好了，这边可惜真的血量太少了，没办法打到最后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啊，这个系统是以前他记在他伺服器那时候有用的啦， 1.6 的时候，就是打怪，然后会随机喷一个道具，再加道具的附魔。啊，我以前本装有 PO 啦，我以前是打到一把，幸运四的那个钻石斧头，对啊，所以它引用到这边，不然我应该也是前面开场就直接开杀这种东西，刚没打到是霍蛇雷神，哎，我还没得过雷神呢，好啦，感谢，然后。又没有贴图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结束了，辛苦了。感谢呼噜。好啦，今天就开到这边啦。感谢各位，不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